小洒家的宴会，接下来就用你的惨叫来为洒家助兴吧。自从在虎牢关见到之后，便久久缭绕于我心头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那背影呢？兄长，你为何会和董卓在一起？你认错人了。吕布，有刺客。貂蝉，你来得正好。你也来保护洒家。竟在此时背叛洒家。好吧，丹药是你的了。吕布。陈卫兵没来，请离开。兄长，别管我。张辽，带他走。请回吧。等等，兄长。兄长究竟打算拿丹药做什么？在下只是听从吕将军的命令，请往这边。谢谢你，又欠你一个人情。我至今为止一直拿捏不定，但现在终于确信了。遥想当初，兄长不辞而别，我一直苦苦地追寻着他的背影，他究竟为何而渴望丹药？若不查明真相，便无法回到曾经充满笑声的日子，见到你冲破邪气的黑暗，勇往直前的身影，令我下定了决心，即使要与兄长刀剑相向。
因为能如此质问兄长的也只有我这个妹妹。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言论固执这一点，就算是和兄长相比，我也不会让步。那家伙居然还活着，多想能够再回到一起努力修行的时候。又一颗将星自眉雾的天空陨落，吕布突然背叛董卓，夺取丹药离开了眉雾，丹药已落入当今天下无双之武将手中。曹操认为吕布为虎狼之将，警惕着其动向，却因吕布偷袭了要地濮阳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险境。给将军开路！全军夺回濮阳！身手不错，但别大意。吕布果然名不虚传，曹操军倒像是浪得虚名啊。袁让，不可深追。撤！久仰阁下，在下荀彧，字文若，任我军司马一职。濮阳本由夏侯校尉把守，他为救援曹将军家人，匆匆离城。在其暂离之时，濮阳却遭吕布军乘隙突袭而陷。濮阳本为要地，一旦有失，我军恐陷入险境。夏侯校尉决定速速回军救援，不惜一切夺回濮阳。据闻，吕布军已夺走此前缴获之丹药，恐怕有酿成大祸之危，还请尽快追赶夏侯校尉，助其一臂之力。待在下整顿兵力后，便与曹将军一同前往会合。愿阁下所战皆克，平安而归。